Hello， 各位知名朋友，大家好。最近大安森林公园在六月份的时候重新整修了新的篮球场。那很多打球的朋友在反映说，我的罚球线突然变长了。那到底有没有变长，还是长了多少呢？我们今天亲自来量量看，解除大家的疑惑。那如果这个场地不标准的话，我们要用最快的时间来解决问题，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有标准罚球线的篮球场。量量看喽。经过我们实际的测量发现呢，根据我们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的官方网站，目前国际篮总 FIBA 的罚球线的距离呢是580公分，也就是5米8。那我们实际测量呢，目前大安森林公园新化篮球场它已经达到了6米68，也就是它超过了80。这个问题呢，很多大安区运动的朋友，很多网友告诉我们，我们即将在明天，也就是10月7号礼拜五的早上10点，邀请王世坚议员跟我们一起到现场会勘，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解决这个问题，欢迎一起参加喽。